买辣条，好吃的辣条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呀呀呀呀！嗯，这农村也有这智能机器人收获机了，时代发展的就这么迅速呢？哎，美女，我就真纳闷了啊，这天儿这么热，你在这机器里边待着就不热吗？大哥，你是不是傻？我是智能机器人收获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怕热的。啊，原来你不是人呐，吓我一大跳。那啥，你这机器有啥优点没？我的优点是智能，缺点是怕涨水。我还没问你缺点呢。哎，不过挺智能啊。哎，这机器人它怕沾水，嘿嘿嘿，那我逗逗它。啊，机器人啊，你这辣条有没有不辣的？大哥，你是不是傻？辣条难道还有不辣的吗？难道你家的醋不酸吗？盐不咸吗？糖不甜吗？这个问题只有弱智的人才会问。可是机器人呢，我就想要不辣的辣条，这样吧，你看着给我整吧。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我智能机器人的，我来想办法。哦，哎，机器人，干啥呢你在那啊？我在用舌头帮你把辣条上的辣椒处理干净。不是，你这处理干净你就这样处理呀？啊，拿舌头给我嗦了呀？啊，你嗦了给我一会儿咋吃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哎，机器人，我这儿呢有一瓶矿泉水。你把辣条放我矿泉水里泡泡，那辣条上辣椒不就没了吗？好的，这个办法很好。大哥，你这脑子都快比我智能机器人的系统都机灵了。哎，你可说不说吧，我是谁呀？来，开开始吧，来，往里边塞。往里塞，继续，快！塞，来塞塞，继续塞。大哥，辣条没有了。嘿嘿嘿，机器人，你沾水了吧？哎，机器人。你怎么没事呢？哈哈哈，大哥，你是不是傻？如果我不这样说，你会买我的辣条吗？一共10元，赶紧掏钱！哎呦，我去！这机器人都开始玩套路了，这黄不胜黄大子！哈哈哈。你可不能来沾，哈哈哈哈！妈妈，妈妈去上班啊，去幼儿园啊，赶昨天的回个家去吃个饭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啊，难道这就是核桃？哎呀，捡回家给媳妇儿还有妹子吃核桃去。媳妇儿，妹子，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？啥了？核桃。你们知道这是核桃吗？是不是第一次见？
啊，这咋吃呀？肯定是像苹果一样吃的。啊！呸！这不好吃，怎么这么涩呀？哎呀，涩死了！哎呀，你傻呀？人家不是吃这外边的，吃这里边的，知道吗？你会吃？那你来试试。来，看着啊。看着啊，这么吃。这东西我跟你说啊。是补脑的，能这样吃吗？还拿脚踩，你都踩成沫了，那还补啥呀？那咋吃啊？看好了，我给你看看，这样吃知道不？这呢是青皮，咱们先去皮儿，知道不？就这样，先把它给剥开了。然后呢？拿牙把这个壳呢给它咬开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牙好疼啊！我没关系。哎呀，这样吃，知道吗？不是小黑，你说你现在把脑子给补了，问题是呢，你又把牙给磕掉了，你补了个啥呢？姐儿，瞧你说的那话。我呀有绝招，给你看我的神器啊！这个呢是钙片，知道吗？钙片是补啥的，知道不？啥呀？钙片呢，它是补牙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咱们就这样吃，吃狗核桃，吃个钙片，这不是又补脑又补牙了吗？是不是女儿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！来来来，赶紧的，给我一颗，给妹子一个，别一个人都吃了。知道了。你看啊，这样吃，嘴里边嚼着钙片，完了再咬一口，核桃，这味儿特别的美味，非常美味。快快快，吃着，傻呀，这核桃不是那么吃的。知道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啊。人他会使用工具，但是动物呢却不会。看我的啊。哎，你们看着啊。分着吃吧啊！太棒了！哎呀，想想你这脑子也太好使了。那是，来给给给。不是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咱们吃核桃是为了啥呀？补脑呗。那被门夹过的核桃，它还补脑吗？那不相当于咱们脑子也被门夹过了吗？哎呦，就是，咋还咱们脑子就不够用，这背面夹过更不能用了，是不？也是啊。壮壮长来了，你们三个在这干什么呢？来，院长，您吃核桃，给您呀补补脑子。天，真好，挺上道，还知道贿赂了。今儿啊，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，你们来医院时间也不短了。该出院了，我呢今儿考考你们，只要你们过关，咱们就可以出院，换回自我了。耶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出院了。看来你们这一个个啊，对出院都是迫不及待呀。哎，跟我来，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开始测试。你们呢都支撑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啊。第一题，一个人在临死之前放的屁叫什么？二度先来。临死之前放了个屁，那肯定不是死屁。绝响。下一题，什么花没有力气
霞霞回答：茉莉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没听说过一首歌吗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美丽的茉莉花。哎呦我去！下一题，一群人拿鸡蛋去砸枪，打一个四字成语。哎呀，枪林弹雨喽！这样，我再出几道题考考你们啊！听好了，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：爸爸爸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的爸爸去哪里了？这个我知道，他在那里。啊、那里是哪里呀？就是在那里呀！你刚刚不都唱出来了吗？爸爸爸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所以在那里。哦。哎，这是个天才呀！请听第二题：世界上有一种水，它叫忘情水。那么，请问这忘情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知道，阿哈给的。为什么是阿哈给的呢？哎呀，孤陋寡闻了吧？没听过一首歌呀？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请听第三题，汪峰有一首歌叫《春天里》，是这样唱：就把我埋在这春天里。为什么要埋在春天里呢？我知道，为什么埋在春天里呢？因为埋在夏天和秋天的话，那会烂掉；埋在冬天呢，会冻着。哎呦，我去！埋在春天里，看来你们这些人的智商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智商呀！你们现在还不能出院，必须。留院观察，你们先走。